样把它放过来，然后并且可以产生作用。那特别注意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其实我刚刚讲过，不仅主题是利用这个档，那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呢，是在哪边作用啊？你可以用那个这个搜寻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 Ctrl C 一下，好，复制一下，你可以在这个程式码里面找一下 ，Ctrl 加 F 就是寻找哦，然后把这个名称贴上去，你可以发现哦，贴上去之后的话，寻找一下，它基本上哦就是在这一行，好，也就是说呢，相关的这个 CSS 是靠它啊去做一个布景，就是说布景主题设定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是靠这个档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换了一个，那我势必怎么样？就把这个档有没有换成另外一个档的名称，其实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把那个布景主义整个换掉了，所以特别注意，就是那它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 index 档，特别说你 index 档里面的这个里面应该是在这一行吧，应该在差不多在第六行，就是在那个title 的下面一行去决定什么？决定一个超连结啊，连结这边一个目录名称嘛，JQuery Mobile 这个是指的是现在这个目录名称，目录名称里面呢会有个档案，由这个 CS 来决定呢我们将来的布景主题的设置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变更的话，特别注意，第一个我们刚刚的东西先把它下载下来，下载下来之后的话，基本上是会放在下载区里面嘛，然后会有个这个资料夹，下载区里面呢，我把它解压缩之后，它会产生一个 index， 那这个 index 不要用，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再拿来用的话，它会把你旧的盖掉，所以这个不用。主要是这个 simming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，我们要用的这一个应该是哪一个呢？应该是我们有产生一个106的这个吧，然后还有一个 mobile 的 icon 这个，然后 simming 1.1 这个资料这几个档案的话干脆这样好了，直接全部怎么样，通通都直接怎么样把它拖拉到什么你的网站上，把你原来的东西盖掉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试一下好了，基本上就是等一下我再解一次，我印象中是这一个嘛，然后其实就是把旧的盖掉就对了，所以这个步骤不要做错，应该可以按右键解压缩，解压缩全部解出来的话，这个不要用，这个资料夹为主，然后呢把这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通通丢进去好了，这样比较简单。那特别注意怎么拖拉其实就是这样，那将来会用到的特别注意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的名称改成这个的名称，它后面会有个 mini 的不要用上面这个，是用这个就是把这个名称改成这个名称，就 OK 了，试一下好了，只要不要做错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可能要细心一点，解压缩的东西拖拉拉到哪里呢？拉到网站这个资料夹，然后放开 OK， 好，理论上应该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丢到这一区，它没有放，然后再把这两这三个它已经把它丢进来了然后再把这三个再丢到 JQuery Mobile 这个目录里面好了，刚刚有这三个嘛丢进来，然后把它怎么样，他说要不要更新连结的话这边选择不要更新，更新好了，把它更新一下 OK， 好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相关的设定，特别第一个把它丢进来，所以 image 里面可能会丢多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再来就是说会有三个这个档案放在这里面，然后再来我把这个名称把它改成什么，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106这个名称，把这个名称置换成这个了 OK， 然后把这边把它复制一下，从这个名称更改到这边来把它盖过去 OK， 好，也就是说呢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名称给它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。
好，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，一整理呢，我们的布景主题其实就有一个效果出现了哈。不过这个可能有一些细节哈，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好了。主要就是把那个这一行了哈，主要是这一行第六行的地方，把它改成我们后来新增的这一个啊，特别注意哦，是有点 mini 的这一个。那放的位置哦，刚才把它放在一样的这个目录里面，那图档也一起放过来好了哈。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完之后哈，你不是说改完之后它自动就会变颜色哦，你还要再去怎么样去变更，比如说这一个，我们用即时，现在没变颜色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你要怎么变颜色呢？比如说针对整个 page， 整个 page 的话，记得哈，把整个 page 选取，然后这边会有个那个资料编辑，你确定一下是不是 page 哈，这边会有个 data row， 这个是指的是整个 page。然后它原来可能姓名是 B 啦，你可能比如说把我后来又改重新再做一个，就 A 好了，假设我是一个 A， 比较简单一点点，就绿色的好了，那这个地方再把它改为 A， OK， 那这个时候你预览一下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 page 部分已经被改成我要的那个绿色的，好，那可是呢我的上面的部分呢没有改的话，那你可以把这个 data row 里面找一下它是不是 footer，如果是 footer 的话，就是它的那个上方的部分，或者是你选的时候记得还再选一下，反正就是把这个上面的部分呢再把那个 data streaming 改成 A 啊，这个地方你要再重新再改过啊。如果说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，那这个底下的页尾也是一样，要把它改成比如说改成 A， 然后再重新及时看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它看到的就会是我们要的，比如说这个上方才会是我设定上去的这个效果了哈，这个效果好像有点，哎，这个看一下哈，这个地方的设定，好，上面的部分啊，可能字可能还再改一下或怎么样哈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设定上去没有问题 ，OK 哈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那可能会有几个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哦，就是说呢，你在加这个资料过来的时候哈。第一个哈，你先确定一件事，就是说哈，这个地方的版本，好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预设我不确定是它是哪一个版本，你们暂时不用最新的，因为你如果用最新的话，会有个问题，你的 icon 哈会跑不出来，你的图就是你那个小图了哈，那新的版本它的好处就是它里面又增加了很多 icon， 这个如果你是用这个版本的话，它又多了很多 icon。比如说你切换到那个最新的 1.45 对不对，这边有个 icon demo， 你把它点击开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它除了说我们前面的这些原来的旧的 icon 之外，它又多了这么多 icon， 哇，对不对，那这个当然会比较 OK， 可是问题它设定又比较复杂一些些，这个我想我们后面再来看如何用新的版本的这个 icon， 不过它的设定比较麻烦，我们暂时练习的时候呢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先用旧版，用 1.0 的这个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 Dreamweaver 里面内建的也是 1.0 的，所以你如果用比较新的版本，它的 icon 会连接不到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用什么，用 1.0 的这个版本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一样的方式，反正你就是直接拖拉过来去改变它的任何颜色，反正颜色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再去调整它的颜色，调整一个你喜欢的颜色之后的话，确定没有问题了，然后你再怎么样呢，再把它一样去下载下来，那其他反正这颜色啦，这个都可以自己再定义的，然后可以玩一下这颜色的一个变化，这太多颜色可以变了，总共可以这边有全彩1000多万种颜色了，你要怎么变一定每次做的都不一样，那 A 的部分做完之后的话把它下载下来，那这边的话比如说给它106 APP， 这一样再把它下载，那下载下来里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了，其实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用的是旧的版本的话，这里面呢基本上只要把这一个 image 里面好像这几个 icon 好像应该是不会影响才对，如果用旧我刚刚没有 call 过了，好像就 OK 了。这个 image 里面好像你们等一下试试看，主要是这个档 call 过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call 到那个 Dreamweaver 底下的这一个，要把它 call 过来，用拖拉的方式拖拉进来，然后呢再把第六行的位置，第六行的这一行特别重要
把它改一下，第六行这一行，本来是用的是旧的，你们可以看关键字啦，旧的是这一个，有一个新名的，你把这个名称改为这一个名称，那这样子进来哈，应该就可以看到新的颜色的布景主题。OK 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哦。